呀，你带祈祷啊，唔该。哦，好好啊，唔该。啊，主耶稣啊，都系感谢主今日诶，俾我哋能够大家聚埋一齐。主啊，都系将诶廿时间空间交托喺主嘅手中，求主嘅圣灵与我哋同在。啊，俾阿 David 佢有聪明智慧，能够将主嘅话语带出嚟，使听嘅人都能够明白主嘅话语。愿愿一切荣耀归俾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门，阿门，耶。阿门。好啊，啱啱好。嗯。耶，喂，今日系查啊，今日2月4日啊，咁咧就今日我哋查咧个俾个 title 叫律法同埋恩典咧，就系相对。相对论吓，律法同恩典系相对嘅。Yeah. OK， 今日2月4日。嗱，三个星期前咧，我哋就有查到咧，就系睇旧约嘅经文咧，我哋就睇到咧，见同埋被见咧系 same word， 喺希伯来话，即系喺古希伯来字里面咧系 same word， 即系喺神嘅话语里面咯。是見和被見是聖約，即是說呢，如果我們說，我們不望神啊，或者我們不要聽道啊，我們不要想祂的好處啊，不要，you know, look unto Jesus， 英文叫做，望主耶穌，那呢，那怎麼可以expect主望我們？是吧？所以呢，即是呢，這個是一個屬靈的，屬靈的話，又是屬靈。在聖經裡面的話來的，然後上兩個星期前呢，我們就看到呢 come and go 呢 is the same word， 那即是我們看到神是一個靈，所以呢祂是不會被空間或者時間是控制的，即是我們人就限在一個時間和一個空間，但是呢我們信那個主呢，祂是創造世界，就是創造個宇宙，所以他也是創造的時間，他是超過時間超過空間的，所以今天我們是奉主的名是聚會，是兩三個人聚會的時候，就是主在我們中間，他的靈是在我們的心裡面，所以呢 come and go is the same word， 但是在舊約的聖經裡面原來是有這樣的意思的。 OK， 那呢咁咧就 send and let go 咧 ，is the same word。即系咧，好多人咧以為個世界咧就係靠個地上啲王嘅，有啲咧就話：，我係大國，你係細國。原來佢係主國。咁咧，佢哋個個咧就以為自己好威勢咁樣。即系咧，佢哋諗住話：，我係王，我係總統，我係總理，原來我係宰相嘅首相嘅。咁咧，佢哋以為咧，佢哋話事，佢哋話事。但係咧，喺當佢哋係成就地上嗰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咧，神，我哋個主咧，我哋個神咧，就係一路都係睇住。因為點解地上有個王，就係個撒旦。但係咧，但係我哋信嗰個神咧，係超過曬所有一切，知道嗎？係啊，大過地上嘅王。係。OK。所以 send and let go 咧就係 ，you know 係 same word。咁咧，我哋今日咧就係睇咧就係律法，佢哋嘅律法，但係我哋咧就係恩典。嗯，佢哋嘅律法，我哋係恩典。OK， 咁啊，點解我用呢個名咧？就因為咧actually 咧就係因為我哋繼續係 ，you know， 即係用嗰、那個個猶太人。是啊，每個星期咧，佢有個 portion， 有個套餐咁樣，咁咧就每個星期咧就讀幾章舊約，咁咧就呢個我呢個咧 copy 呢個咧就係猶太基督徒，咁所以佢加埋福音書啊，咁啊但係咧佢就 basically 係讀幾章係摩西五經，讀幾章咧就係嗰個即係先知書。咁咧就即係佢哋通常係星期六晏晝讀嘅 ，OK。咁咧就咁啊，我就係用佢係攞啲靈感，咁咧就係我係望。當然我哋唔係
跟佢啲方法，因為佢哋啲係舊法。啊，讀咗幾章嘅時候，佢哋即係我哋知道佢識讀嗰啲字，佢識讀嗰字，原來未必係有 blessing。係我哋咧就係需要個 blessing， 需要知道神嘅意思啊。咁咁咧，所以咧，咁咧就係、是、啊呢、這個星期六咧，佢哋成個世界啲猶太人咧。大部分咯，要即係有啲我 I'm sure 有啲會堂啊唔聽話，但係佢哋好多咧就跟嗰個情節，咁咧佢哋個每一份咧就有個名嘅，咁啊通常就喺第一嗰、那個經文裏面第一個 verse， 第一個經第一節經文嗰度咧就攞個名，咁啊個名咧就正話咧就係、是、睇到咧就話叫做 Jethro。熱心羅係嘛？我唔知啊，廣東話即係即係咧，就係邊個咧？就係、是、啊、摩西嘅啊岳父。哦，摩西岳父啊，咁咧就係第十八章第一節嗰度嘅。咁咧 ，in fact， 我啱嗰度 ask you to read that， you know， 啊 ，but before that 咧，就 basically 咧就係佢根據第十啊出埃及記十八章第一節咧，就呢度睇到就講話熱心羅咧。就是米甸的祭司，又是摩西的岳父，就聽到神呢就在埃及成就很大的事，就釋放了那些整個以色列的個民，即民，就以色列人呢就出了嚟，就出埃及記的故事。咁咧就所以喺第十八章一節嗰度咧，就係、是、有呢個字，就係佢個名又叫 Yitro 咧就係、是即係點講啊？一陣間我哋再睇 ，OK？ 咁咧咁啊，那個經文咧，佢哋由十八章咧就到二十章，即係讀埋 Ten Commandment 噶啦。咁、嗯、咧，然之後咧又讀啊《以賽亞書》咧，就第六章啊，同埋第九章咁啊，到第九章。嗯，呀，咁咧，所以我而家咧，我就係攪去個中文聖經咧，就俾你讀。係啊，讀啊，就係、是、啊《出埃及記》第十八章。咁咧就係、是、讀俾你讀中文。嗯。咁咧就 actually 都有成廿七節啊，但係 anyway 由一節讀到十二節啊。嗯，好啊，一到十二。係。好啊。嗱，《出埃及記》十八章一到十二節。嗯。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森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儿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逊啊，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第四节，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森罗带着摩西的儿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森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就进了帐棚。摩西将耶和华 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
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心来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心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已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第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心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阿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哇！在神面前吃饭，哇！啊，系啊。That's very good. That's very good. Yeah, thank you, Jesus. Now, yeah. 咁咧，我哋咧就话我哋用用呢个十八章第一节开始，因为佢哋星期六佢哋喺佢哋嗰啲会堂里面咧就系读呢段经文。咁咧，佢就系用嗰个热心罗，即系佢哋个即系个 Jethro 啊，嗰个名咧就系做嗰成段经文。即係佢有三章三章咁樣讀曬咁咯，佢就用熱心羅呢個名嚟咩？咁咧 ，it's like you know kind of honor 熱心羅啦嚇。但係咧，其實聖經裡面咧就 well yeah 熱心羅係幾好，但係我哋睇到咧，原來好得意嘅喎，就係咩咧？熱心羅咧，佢本來個名唔係叫做熱心羅，因為喺第二章嗰度咧，摩西走難，即係走出嚟嘅時候咧，佢喺出埃及記第二章嘅時候咧，咁咧就係有提到，咁咧就係因為呢度咧就係摩西咧就殺咗一個埃及人，咁咧法老好唔中意。雖然是摩西是埃及的王子，但是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希伯來人，所以呢就他殺了埃及人的時候，法老就藉機會就想捉他殺他，所以在這裡呢就有另外一個故仔，即係咧開頭個故仔，即係佢點解佢自己走佬離開埃及啊？因為佢做咗殺人犯。咁咧，你讀二章十五節讀到廿二節啦。我而家睇唔到中文嘅。哦，睇唔到啊 ，sorry。我唔緊。我就褪咗咩嘅就睇唔到。而家睇到咩？我睇到。好啊，唔該你。是不是由二章十五節開始讀到廿二節啊？actually 你喜歡的時候讀到十九節、二十節都得噶。哦，好啊，出埃及記第二章第十五節，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盆养。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饮了他们的盆养。他们来到父亲留意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饮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
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OK。Now, 咁咧，之後呢個咧就第二章嗰度發生嘅事，即係佢離開埃及啊？點解？咁咧，佢其實撞到嗰個嗰時個嗰個西甸嘅米甸嘅祭司咧，就叫做流耳。但係後來咧，到咗第三章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呢度咧，第三章咧，佢即係已經同結咗婚啦，住啊同佢個岳父喺度住埋啦。OK， 即係同個米甸嘅女子結咗婚咁樣，咁咧就係呢度第三章啦嚇、啊。第三章你讀第一節啦，唔該你。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司葉森羅的羊群，一日挺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Wow，yeah， 你記得啊，何烈山。嗯。咁咧就嗰數嗰個古仔咧，就係講到呢度啦。嗱，咁咧你記得我哋上個星期咧有機會再查嗰個地圖。咁我哋今日又再睇下個地圖，睇下個地圖今日仲喺唔喺度？Oh boy！ 啊，讚美主，讚美主。咁咧就係Jebel Lahor。Jebel。啊，又呢度啊！你記得呢、這個咧，就係嗰個米甸嘅地方嗰度。咁啊，即係呢個區咧就叫米甸。咁咧，即係換之佢走難咧，佢唔係喺山西奈半島嗰度住，佢係去咗阿拉伯嗰度咧。即係經過個經過喺上高咁樣經過咧，咁然之後去到咧，就係呢度咧就撞到啊佢嘅岳父，咁樣佢嘅岳父咧就喺呢度，即係咁上下啦，咁咧就係有摩西你呢度可能有啲人話可能係 even 呢個就係話佢外父嘅，即係呢度就係米甸 anyway。米甸啊，咁咧，佢話咧就係又好近何烈山。嗱，你記得個何烈山咧，嗰度個山，即係何烈山就其實就係西奈山。咁咧，因為點解咧？嗰嚿石頭咧，嗰度有嚿石頭咧，你記唔記得？嗰個石頭咧就係啲狗。Jebel Lahor 嗰個係啦 ，Jebel Lahor 咧就係嗰嚿。那個真正的西奈山，咁樣呢個又係嗰個真正的石頭。睇唔睇到？好奇妙，好高喎、啊，好高、啊。係啊，我有高高係高， yeah, 但係嗰個咧就代表主，釘十字架。OK， 咁啊 ，anyway， 咁啊就係呢個咧，我哋就上個星期查嘅。咁啊，但係我哋想話咧，就係得到一啲明白一啲嘅屬靈嘅意思嚇。咁、咧，所以咧。譬如好似呢度咧，就係第三章啦，你又正話有亦都有讀啦，就係話佢個原名咧就叫魯爾，但係到咗第三章嘅時候咧，當佢見到神嘅時候咧，佢原來佢咧就佢個岳父咧亦都改咗名，叫葉森羅，但係呢個名咧就唔係長係好長喺度嘅。不是长，即是好像以后都用过的名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葉森羅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只是发生在哪些情形呢？就是在我看回英文中文那里我不太识找。就是找 Jephthah 这个字呢就是第一次咧，就是第三章啦，系咪啊？然之后咧，去到咧十八章咧，就 last time。就 in fact 我哋就正话就系读咗十八章十二节嗰度。
咁咧，咁啊，所以咧就有啲好特別嘅屬靈意思喺度。咁啊，屬靈嘅意思係咩咧？即係話咧，啊 ，Jephro 咧就好似係舊約好多人咧都有兩個名，一個係佢自己出生個名，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就係。然后佢或者同神啊有来往咧，神咧就俾咗个新名佢，即系好似咩咧？譬如好似亚伯兰咧，咁啊神就俾个名叫亚伯拉罕，系一个祝福嘅名。然之后咧就以撒咧就冇改名，以撒好特别。但系咧雅各咧就本来出世嘅时候叫雅各，但系咧出世咗原来出去走佬嘅时候咧。雅各咧就同神喺actually 係翻緊嚟嘅時候，同神出國，同主出國，咁咧就喺河邊嗰度咧，主俾個名咧就話你係從今以後叫以色列，即係換之一個名咧係自然嘅名，係人俾嘅名，一個咧就係神俾嘅名，OK 嗱 ，Jephro 咧佢冇解釋話呢個名係點嚟，但係咧。原本咧，佢唔係叫 Jephro。第二章嘅時候，佢係路耳。然之後咧，原來由第三章開始，至到第十八章咧，就係葉森羅 Jephro。咁所以咧就係個特別咧就喺呢度。因為點解咧？我哋發覺咧，嗰個聖經咧，我要揾翻個經文先啦。哦，喺度。咁咧就係、是、聖經咧嗰啲名咧係有意思，同埋幾時出現幾時係冇咧，亦都有個意思喺度。咁我講 Jephro 咧就係正話講啦，即係個葉森羅啦。咁咧佢原文咧就係咁寫嘅。咁咧 Jephro 係一個 good name 嚟嘅，因為點解咧？佢咧就話佢係 excellent。亦都咧可以當係咧就話。plan 好多剩翻好多 ，excellent 啊 ，exceeding 啊，剩翻好多。咁咧就係、是、also 咧話佢係有即係、就是、有好好富足，好富足。咁咧就啲點解咧？咁咧佢咧就係 Jephro 係三個字母，咁一個咧就 U， 一個咧就 Tav， 一個咧就 Resh， 咁咧就係 YTL 英文個代表咧就係 YTL。咁咧就係 U 咧就係即係 you know 即係好似人隻手咁樣，但係 Tav 咧就好似十字架咁。咁啊 Resh 咧就係原來代表人嘅頭。OK， 咁咧佢咧就亦原來即係佢解釋咧就話係富足發達啊，好啊，將來好啊，原來即係嗰啲咁一個 good 嘅 future， 原來即係咁。OK。咁咧就呢個係佢個猶太原來即係嗰啲字用嗰啲字母嚟解釋嘅時候咁樣，嗰啲佢 pictorial， 但係咧正話我哋讀咗啦，第三章咧我哋讀咗啦嚇，咁、咧就係佢咧就係第三章，然之後到十八章咧，佢個名都係叫葉森羅，但係咧好似。After 十八章之後咧，就冇咗影咁。即係咩意思啊？咁啊，嗱，咁咧就要睇嗰陣時嘅經文。即係咧，似乎咧十八章係一個好靚好靚嘅 picture， 即係佢翻翻嚟，摩西係即係帶咗以色列民出嚟啊，好開心啊。咁咧，佢哋咧就喺西奈山腳嗰度咧，一大個水一個池一個湖咧，有。好多水啊！佢哋又有好多牛羊啊，即係好開心啊！知道神係主係同佢哋同在啊，祝福佢哋啊嚇。咁咧十八章嘅時候咧，佢哋係佢哋嘅 family life 咧就最好最好嘅時候，因為咧、你記得佢我正話讀過，即係你讀過就話咧佢同佢喺神面前同嗰啲長老一齊食飯，同主一齊食飯。That is 好得無比，好得無比。That's excellent, excellent, right? You know, 但係咧，
係啊，you know, yeah，佢嘅 family life 咧就，you know，即係唔係話 necessary easy，但係咧佢 after 個頭嗰40年喺埃及，然之後有40年咧喺個曠野嗰度做個牧羊人，you know，靜靜咁樣，即係好安靜咁樣嚟係啊，過40年，咁樣然之後咧到咗第41年嘅時候咧，佢帶咗啲人出埃及，帶咗以色列人出埃及。咁然之後個佢原來即係好大嘅 victory，好大嘅 victory，即係好開心嘅事。咁然之後咧，嗰個岳父咧就帶埋佢個女，即係佢個老婆同埋兩個仔咧，就走嚟探營。所以咧就18章咧，真係好靚嘅 picture。即係咧係原來你覺得係神同你同在，佢哋又啱啱起。然后有好大嘅，然后生命嘅，即系好大嘅，好大嘅，好开心嘅事。但系咧，before 系出埃及嘅20章咧，就系最好嘅时光。但系咧，到咗一啲过咗20章之后咧，成个 family 都冇咩点睇，冇咩点睇。我证明俾你睇，OK。咁咧就即系话换之嗰个十诫啊，即系个因为系出埃及记20章咧，就系讲十诫，第一次讲十诫。咁咧就即系话咧个 Ten Commandment 咧系 not good for 个 family，个 bad blessing 嘅。嗱，咁咧 after 即系我哋正话已经证明咗啦，就系 after 20章之后咧，之前就好好。但系 after Ten Commandment 之后，冇咗影，即系好提得好少。OK，你可以讲话直接嚟讲冇提。咁然之后佢讲佢个Sibora 咁咧 Sibora 系就系佢嘅希伯拉系佢嘅太太系，咁咧就系2章嗰度娶咗佢。然之後係第4章咧，佢咧就同有提到佢同西波拉咧就佢準備去翻埃及，即係神吩咐佢話你翻埃及啦，佢要負責係帶領嗰啲以色列民出嚟。咁咧嗰陣時咧就along the way 嘅時候咧就佢爭啲死，因為咧原來咧就即係 somehow 神發怒。咁就爭啲死，咁咧 Sibora 咧就同佢個個仔咧就割咗包皮，咁咧就做咗 circumcision，咁咧就然之後咧根本就跟後之後就冇咩點講嘢，但係 at least at that time 有同我包嗰啲 family life，咁 咧然之後咧到咗18章嘅時候咧佢哋就。兩個仔啊，加埋個太太啊，就係岳父咧，就去探營嗰次咧，就好開心。嗱，咁 after that 咧，亦都冇提過斯波拉 too much。我相信喺度，但系咧就，you know，佢一路即係好似就係做神嘅工作咁樣，即係好似乜都乜，即係冇咩點提。OK，in fact 冇，即係冇提，即係好似直情好似個 family life。not important 咁啊，under 個律法，我 for that matter 好似即係唔係好好嘅，冇咩 nothing to，you know，boast about 即可能冇乜重要嘅嘢。Well，anyway，so Jeff 冇提，斯波拉冇提，然之後又或者個甲信啦，即係佢嘅大仔。甲信嘅時候咧，佢就細個嘅時候咧，就同佢割包皮咧，就有提，但係 after。18章咧，亦都有提佢。但系 after 18章之後咧，5本書其他嗰啲摩西五經咧，冇提甲信。冇提甲信。咁咧，我就想講啦，佢個名係有提，但係喺士師記。士師記唔係摩西寫嘅。原來過咗係，我唔知幾多幾耐，即係 obviously 唔係嗰一代，即係過咗好多好多代之後。咁咧就係18章，即係士師記尾嘅。咁咧就有提。咁咧我就而家想去睇下個士師記講乜。
但係咧 before that 咧我就well yeah 或者而家趁住而家我哋就睇下試試機 OK 好啊。咁《史诗记》咧就系十八章，即差唔多埋尾啊。《史诗记》得廿一章，咁咧就差，亦都系差唔多埋尾。十八章三十节啊。OK， 三十节。OK， 你读啊。我俾你读中文，我俾你读中文。呀，你多哦 ，OK。第十《史诗记》十八章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读埋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咁咧就呢度咧就系讲话咩咧？但咧就喺《史诗记》里面咧，佢哋咧就想话另外门户，本来约书亚咧就分曬啲地，咁啊，但係但咧就唔中意自己嗰笪地，咁啊佢自己想話揾另外一笪地，咁啊佢揾地嘅時候咧，佢經過咧就揾到呢個祭司，呢個祭司咧就住喺人哋屋企，咁咧就有啲偶像喺度，有一個挑蝦嘅偶像，咁咧就一個即係兩，要老即係佢話啊，我哋拜呢個嘅咁啊，咁啊但係 turn out 呢個所謂祭司咧。是什麼人來的、那個、身份呢他就是摩西的孫子甲信的兒子。哇是第三代的。即摩西是很虔誠的即是所謂什麼即是原來是聖人即是舊約的聖人。就他是原來仆人神的仆人。但是呢他的孫子這個約拿丹呢就佢已經做咗啲開始係帶嗰啲以色列民係做拜偶像。It's so sad。係。It's so sad。嗯。咁咧，即係話哦，是原來即係咧，即係呢個咧就係seems like 嘅一個 pattern 係咁，即係咧嗰啲想話有好多啲宗教啊或者啲原來即係話早期嘅時候咧，佢哋嘅宗派咧就話信神嘅，信耶穌嘅。咁咧，但係正正下咧，因為佢哋咧深烤，好似係走翻舊約，走翻舊約嘅時候咧，爬爬畫畫嘅時候咧，深烤佢哋就變咗咧，就變咗就係拜偶像，或者做啲嘢唔啱，唔合神心意。咁咧，我就想俾你睇咧。究竟是不是有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但呢搬了去哪里那要在地图看到。那这里呢就不是在这里是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很近的黎巴嫩的边界就是换者在北边就是黎巴嫩的边界就在这里。In fact 呢就本来以前的停火线就是那条 dash line 的。那就这里就有个地方叫但 Tel Dan。Tel Dan。那就这个地方呢就是后他们圣经讲呢就说他们就是这个但族呢就在这个地方那里。即是杀晒那里的土人然后呢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搬了来这里住了。咁唔止喎，佢哋喺呢度咧就係、是、開始拜偶像。咁咧就咁點咧？我俾你睇啊，那個公仔嚇。睇唔睇到？嗱，呢度咧就係佢哋拜偶像嘅地方。
嗱，呢度有個呢、這個咧就係砌翻出嚟嘅，即係咧唔係個原本嘅，因為成三千年前嘅事咧，即係當然嗰啲嘢唔係好齊，但係咧佢有啲人咧就整咗嗰啲模一個模樣咧，就話呢個就係個祭壇。嗯，咁就得。嗯。咁啊，就咧就啊，然之後我諗啊，佢擺啲偶像就喺呢度。哦，啊，后来啊，边个啊，耶罗波安咧就整嗰啲金牛咧，整个金牛俾人拜咧，可能就系呢度 too。嗯，啊，咁啊，但系咧嗰个祭坛就喺下边啲，嗯，即系喺上高烧嗰啲啊祭物，系，呀，咁咧，所以哇，而家仍然喺度喎，得唔得？呢、这個就係個舊時彈燭啊，拜偶像嘅開始嚇、啊，即係猶太人佢哋都有拜偶像，所以點解後來即係神唔要佢哋嚇？嗰十二個支派有十個先，個以色列國、即係北國第一個唔要，得未啦？係呀，咁啊，即係話換之咧，哦，原來係咁嘅，即係咧，即係有好多人咧就以為啊，摩西好敬虔啊，佢啲後代一定得祝福啦，乜乜，原來，但係佢哋如果佢唔望主嘅時候一樣得，因為點解佢哋啊靠律法嘅咧唔能夠長久，唔能夠長久，咁咧就以利亞撒咧就以另外嗰個仔、那個細仔咧 ，in fact 就 after 聽 commandment 之後都冇咩點睇嘅，咁啊所以咧你睇到就話。所以個 family life 咧係喺十戒，即係嗰啲家庭啊，或者嗰啲教會咧，佢哋 emphasis on 嗰啲舊約嘅，即係話哇，你要守呢樣啊，我要即係好多做俾人睇嘅嘢喺度。咁咧就唔能夠討神喜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係之所以係討神喜悅咧，就係因為耶穌咧就為我哋贖曬所有啲罪，同我哋洗淨。同我哋係代曬我哋啲罪，就係贖罪羔羊。咁所以咧，我哋信佢，我哋望佢咧，我哋越望耶穌嘅時候咧，越得祝福。但係咧，我哋係望咧，就想靠律法咧，就唔係好好。咁咧就好似我哋今日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咧，而家好多嗰啲宗教國家都係咁。咁咧嗱，有另外一個咧，就喺民數記嗰度嘅，呢個咧就係民數記第十章嗰度，就係講咩咧？就係摩西原來有個 brother in law 叫 Hobab 嘅，咁咧就我俾你睇中文啦，因為你要讀中文俾佢哋睇，就喺民數記第幾多啊？十二章啊？第十章，民數要十章三十節，唔、okay. 十章廿九節。啊，咁咧就系、是、嗱，十章第十章廿九节就读到廿九到三十二啊，三十二啊，你读啊，我要睇翻中文喎、啊，啊好，呀，我俾你读中文，嗯，睇唔睇到啊？睇到系民数记十章第廿九节，摩西对他岳父或作内兄。米甸人留意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第三十节，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Amen, amen, amen. Yeah, 嗱咁咧就先讲啊，嗱、这、呢个何巴咧就应该系佢个 brother in law，
OK， 即係咧，佢話嗰個米甸嘅嗰個米甸人，而家個名字又走翻去變咗留意咯。嗯。啊，咁啊，即係話換之係因為有咗律法之後咧，就啊，原來即係好似神唔同佢同在啊。而係律法之前咧，未有律法之前咧，咁啊就係、是、佢哋個 family life 好好，但係咧一有律法之後咧。在民數記啊，在以後嗰啲摩西嘅日子咧，就哦嗰啲冇咩關係。咁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摩西好想佢啲啊，即係嗰啲啊 in-laws 咧，就同佢一起去。咁咧，佢俾好多 promise。其實個 promise 咧就係唔啱嘅。嗯。點解咧？佢呢度話咧，佢話我們要行路往耶和華所應許之地去。他曾説：我要將這地賜給你們。这个你们是指哪个？以色列人。嗯、然后呢他就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那耶和华的 promise 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嗯、但是呢摩西呢就是求说、哎、你们米甸人跟着你啦，同埋我一起去啦，然后我们呢就会厚待你。这些呢就叫宗教的讲法。宗教的講法咧就話咧，啊神咧就已經係話祝福我哋信耶穌嘅人。不過咧，如果你跟埋我哋個啊教會咧，或者跟埋我哋個宗派咧，咁咧我哋就會對你好。佢冇講話神會對你好喎、啊。嗯。佢冇話佢話耶和華對你好喎、啊。佢話咧我哋呢個宗派會對你好。嗯。即係摩西啊，俾啲 empty promise。嗯，因为咧旧约圣经咧嗰啲 promise 咧系 conditional 嘅，嗯，啊，即系你系啊行为系啊即系啊原来好咧 ，do good 咧 ，and then 咧 you get blessed，do bad 咧、嗯、you get cursed， 嗯 ，so 唔系一定好，嗯、即系嗰啲系人嘅 promise， 系 man level 嘅 promise。咁啊，你佢點啊？何巴點會答咧？何巴話：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裏去。嗱，呢句話好得意喎！呢句話咧就同阿路德嚇後來咧喺《士師記》有個叫啊，唔係《士師記》喺《路德記》嗰度咧就有嗰個女人咧就係、是、摩押女人咧。佢話咧：你去邊度咧，我就跟埋你去。嗯。你嘅族咧就係我嘅族，你嘅神就係我嘅神。但係呢個何巴唔係咁講，我唔去啊。你我要自己翻翻我本族，嗯，啱唔啱掉转？嗯，咁咧仲有啊，摩西咧就话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咧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的眼目，即系咧换之摩西咧就佢唔系望神咯，嗯，唔系望神咯 ，that's not good。佢系点啊？佢话咧，后爸你去啦，因为你熟啲地方啊，你帮我哋。做我哋嘅眼啊，眼睛啊，嗯，即系换之咧，佢即系咧，原话威就话嗰啲以色列人咧，都系眼盲，嗯，所以耶稣喺福音书里面讲咧，就话嗰啲啊非立法利赛人咧，就系眼盲眼嘅，嗯，因为佢哋之所以为睇到咧，就系话佢咧就睇佢哋自己法利赛人啲先生讲嗰啲嘢，佢以为可以睇到。但实质来讲你在33节那里看到呢就说不是他们之所以走前面的路去哪里安营啊还有呢、还有是怎样走啊全部呢就是耶和华的约柜带头三人。嗯。即是换之以色列人未出行之前呢个约柜会走带头。嗯。走了三人然后找到他们可以安歇的地方。是。是不是那所以呢31节和33节好唔同嘅，33节咧就 show 咧耶和华系点样带以色列人，但系31节咧就摩西咧就讲衰佢哋，嗯，讲话咩啊？你哋米甸人做我哋带头啦，因为你哋地头重，佢哋揾啲地头重你，就做佢哋眼目，咁、所以成日盲摸摸咁啊，嗯，你睇唔睇到？所以咧、就系点解嗰啲守律法嘅人咧？他们以为自己守得很好，我不是说他们衰，因为为什么呢？我旧时
是啊，未有明白嗰個舊約新約嗰啲嘢，未明白下主個救恩係咁大嘅時候咧，我以前都係咁諗嘅，因為點解間間教會啊都好多都係教呢啲咁嘅受舊約嘅嘢，要守律法，你要反對呢種罪，你要反對嗰種罪，啊，佢哋係嗰種罪嘅，唔歡迎佢哋，啊，我哋只係聖潔，佢哋唔聖潔，要咯，即係你明唔明講？他们说说来说去就是跟人跟人比较，他们不是望主，他们 you know, 就是 focus 就是 Ten Commandments、yeah. OK、这里是、yeah, Where it's sad but it's true、呢另外有再提一个呢就是什么呢 Even 是、在 under the law 那裡就不是只是摩西的親家，就 also 呢就是摩西那些啊，然後姐那些哥姐和哥，米利亞和阿倫，okay， 那他們做過什麼事呢？那我們又 看經文，這個就是十二章的。阿倫是摩西的哥是嗎？是啊。哦。Yeah。啊、这个呢你头嗰六节呢摩西的歌嚟。我成日唔记得是摩西的歌定细嘅。歌是歌。歌 ,ok。好咁我而家开始读啦。一至六。一至六 ,ok。文数记十二章一至六。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阿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为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阿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口，召阿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OK， 就讲到呢度。OK， 呢度咧，咁咧就话哦。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古实女子呢其实就是讲正话讲那个 Sephora， 即是摩西只得有个老婆。那就为什么说她是古实女子呢？因为她的面容呢 是 黑人来的。哦。她或者是在即是那个米甸半岛呢，就是阿拉伯半岛呢，就是沙漠的。那么 basically 她他们的祖先住了在这里这么多代的时候，他们的人的皮肤是很即是黑的，好像黑人的。所以呢后来呢他罚他的时候呢耶和华就罚米利暗就是生大麻风，就说好像雪一样白。为什么呢？因为 他即是看小那个即是摩西的太太呢，就因為佢咧就係有歧視，即係睇低人話啊，佢咁黑，然後即係嗰啲即係覺得人哋係即係好似，然後即係冇咁冇佢咁好咁樣。所以咧，因為咁緣故咧，就係然後即係耶和華好幽默嘅，佢發怒咧，咁咧，然之後咧就米利暗咧就又出大麻風咧，就係有雪那樣白。咁咧，佢咧就即係等佢知道咧，就話啊，你哋嘅原來毀謗，即係原來即係摩西同埋佢嘅太太咧，咁樣就係、是。所以你睇到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喺律法之下，摩西因為佢係代表律法嘅，咁啊喺律法之下咧，佢家庭唔係好好，即係好多啲吵鬧啊，好多啲問題啊，咁啊，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而家系应该系望耶稣，我哋望耶稣嘅时候，
丈夫又望耶稣，太太又望耶稣嘅时候咧，个家庭咧就会有充满爱。因为点解？耶稣系爱，先爱我哋。我哋望耶稣，我哋听主嘅话嘅时候咧，要追着佢嘅话，每日系领受神嘅灵量嘅时候咧，咁咧我见到呢个人咧个生命就真系属有个灵命嘅改变，就系、是、咁样吓、但系咧，佢哋守律法嘅时候咧，佢哋冇办法有个真正嘅属灵嘅生命吓，系、就系、是、咁。嗱，咁啊唔止喎，我哋舊年咧，即係啱啱過咗一年，即係差唔多我哋年頭四月嘅時候，我哋開始查經啊。咁咧就查過好多嘅經文咧，就提到咧，原來咧即係米甸啊，查過米甸嘅戰爭。咁咧就好似民數記裏面咧，就係嗰啲西面人咧就死好多，因為咧佢哋咧。就嗰啲領袖咧，就想話娶啲米甸人。咁啊，啲嗰個咧就好似一個 physical 嘅，即係好似嗰啲叫做 adultery 啊嗰啲。但係 actually 唔係，就係屬靈嚟講咧，呢個咧係 spiritual 嘅 adultery。就咩意思咧？因為西面咧就係代表律法，記唔記得？咁咧就米甸代表咩？米甸咧就代表出面人嗰啲律法，点解？因为点解米甸人咧？米甸人咧就系个米，原来即系摩西娶个老婆，佢屋企人就系米甸人咯。你明唔明啊？唔系咁啱，即系好似咁啱得更巧咁样，即系好似，原来即系圣经里面啲嘢咧，好即系好啊，即系好多料啊。即係個料咧就係好有意思 ，OK， 就係西面咧就話即係同即係嗰個王子咧就同米甸嗰個公主，即係原來即係有埋一堆咧，咁啊佢哋即係即刻又有二萬幾人咧就死，個瘟疫就係又咁發生，我相信咧嗰個亦都係好似係講而家嗰個 Covid 咁。即係嗰啲人咧，就走翻去守律法嘅手咧，咁咧就原來主冇辦法祝福佢哋，話保護佢哋，因為主係已經同佢哋 pay 咗嗰個律法嘅個 requirement， 即係已經 pay 咗個 price， 已經俾咗個 bail， 即係已經保釋咗佢，但係咧佢哋班人咧要走翻去個監倉嗰度，佢話要自己罰自己，佢哋守律法咁啊，即係自己罰自己。所以米甸呢個故仔咧，好 serious。我喺民數記咧就提到呢件事。咁咧，另外咧，摩西就嚟死嘅時候 ，in fact 個 last war 咧，主咧就叫摩西咧就話：你唔死得住，你要走去咧就殺曬所有嗰度附近嘅米甸，要殺咗嗰五個王。記得。嗰、那個咧就係《生命記》即係最尾嗰幾章發生嘅事。到咗後尾喺《士師記》嗰度咧，基甸咧又係要咁做。佢哋有米甸人嘅大侵略，咁咧就基甸咧就要去要即係神咧就話你係大能嘅勇士，咁咧就用佢一個人就 end up 帶咗300個蘇國勇士。那些是屬靈的勇士，在黑媽媽裡面他懂打架的，他們蒙查查呢，這樣就原來在屬靈的戰爭是我們不是靠我們的腦的，我們屬靈的戰爭是靠主的 spirit 的 by the spirit， 這樣就打贏仗，然後在後來啟示錄那裡呢就有一個叫別加摩教會，別加摩教會咧就係同米甸啲場仗有關，即係屬靈嘅戰爭。因為點解咧？佢咧嗰度咧就係有 Seat of Satan， 你記唔記得？咁咧就係有巴蘭嘅嗰啲 doctrine 喺度。咁啊，巴蘭嘅 doctrine 係咩？就係講米甸人嘅嗰啲佢哋嘅錯，佢哋嘅 war crime， 就係咩咧？就係咧佢哋係引誘，然後即係佢哋咧就係拜。
原來即係加多啲係係啊，原來即係唔係聖經嘅，唔係神嘅話，唔係神嘅意思嗰啲嘢啊。咁所以咧就係原來即係呢份啟示錄亦都有睇。嗯 ，OK， 記唔記得啊？咁啊，所以我好相信咧，而家個 COVID-19 咧，其實係一個屬靈嘅戰爭嚟。就話咩咧？即係神嘅意思咧，就話叫嗰啲教會咧，唔好再係走翻去守十戒啊！你守嚟守去都唔能夠祝福自己，然之後咧就夠 get 走咗，記唔記得？嗯，咁啊，我哋睇下，或者趁住而家咧，我哋就睇下而家今個星期即係個世界發生嗰啲事 ，OK？ 嗯，好啊 ，Yeah。咁我哋睇咗成幾千年嘅，即係有提到啊，原來即係啊，呢個好 interesting 嘅，即係如果你自己有機會，你可以睇，就叫 Tell Dan T-E-L， 然之後咧 Space D-A-N Dan 咧就係原來即係個 The Tribe of Dan。嗯，係。嗱，咁咧就我哋睇到咧就係啊呢度講以色列。咁我注意到咧，就係佢哋，因為佢哋係嗰啲藥廠咧，就係第一時間咧就係供給啊嗰啲藥料俾以色列。咁咧，所以咧以色列咧就 along with some of the country 咧就開始而家有 improvement， 即係唔係好翻曬，開始有少少 improvement。但係咧就唔係所有嘅以色列人，好得意。因為點解咧？我睇到咧就係話咧。他們那些很虔誠的猶太人呢，他們仍然一樣是，即我說很虔誠的那些呢，即那些叫做Heretic那些猶太人呢，他們就說他們自己說自己很虔誠，就是好像猶太教那樣yeah， 他們即他有很多猶太人，他們不會穿那些裝束，有什麼特別，即係嗰啲係較為冇咁 religious 嘅 ，OK？ 咁又有或者 even 你可以講話係佢哋唔去會堂，咁啊嗰啲咧反而冇事喎。但係咧有啲係好佢哋做俾人睇啊，即係或者好咩？佢哋咧嗱，譬如好似呢條新聞咧就話，哦佢哋葬禮嘅時候，啱啱有個老嘅拉比嘅葬禮嘅時候，哇！佢哋成班就係去 funeral。唔戴口罩，即係佢唔怕死嘅。即係佢話：，佢哋覺得自己係百病不入嘅。即係大部分人唔戴，好得意。即係佢哋覺得係神係同佢同在，咁所以佢哋唔怕。咁但係因為咁緣故咧，佢哋嗰啲區咧就好似好多人病。好多人病。佢現場咧就有新聞講咧，就話即係原來即係有好多人咧，佢哋差唔多好似大多過一半人已經係染咗病。即係佢呢個 New York Post 咧就話咧，佢哋嗰啲區啊，住嗰啲區咧，is one of the world's highest COVID rate。得唔得？即係話換之咧，即係呢個咧，亦都係代表咗成個世界嘅情形。即係話咧，佢哋話自己係好虔誠嘅，好我自己係好公義嘅，好宗教，好原來即係好似咩嘅時候咧，佢哋越係咁講咧，佢哋咧就越好似呢個 COVID 咧就越俾送俾佢哋。真嘅。好得意，咁所以現在咧，而家咧就到咗變咗一個地步，就點咧？我哋譬如好似我哋亦都睇，即係唔係淨係佢哋咧，即係唔係佢哋只係虔誠嘅信仰啊？即係咧有，譬如好似係有成個世界，我哋即係次次我哋都有機會係咁提，即係譬如好似個。死亡率最高的是哪裡呢？
你望到最高的全部都是宗教国家，即是你他们说我们是很虔诚的教的，即是你明白我说的，那 就不是只是回教，不是只是印度教，多数是基督教天主教，嗯啊，他们那些国家即是他们觉得自己很虔诚的，他们就最多人死，还有最你看这些全部是什么意大利啊，原来所有的欧洲国家和 美洲啊，所有的美洲即是南美、中美、北美，即是他们原来即是觉得说、哎、我们是守十戒的，我们好又好正直的，原来即是那些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他们 obviously 他们啊，我又要讲返转头，即是呢你譬如啲印度教佢唔信耶稣，或者回教佢哋话唔信耶稣係救主。咁呢佢哋咁嘅时候，即係佢哋第日係冇永生 ,ok,no problem,no problem,no problem。但係呢佢哋嗰啲好多天主教基督教嘅，佢哋话佢哋信耶稣。但係佢哋信耶稣係信咩呢，就係、是、信话耶稣呢就係俾佢哋去天堂。ok, 咁佢哋信几多呢，咁佢哋如果係真係话信耶稣嘅时候，咁啊，圣经系答咗咧，就话佢哋系会系上天堂。OK， so I'm not arguing about that。我好相信所有啲宗派啊，即系但系佢哋话信耶稣嘅时候咧，佢哋系上天堂。但系咧，多数嗰啲宗派咧，嗰啲多数嗰啲正所谓正派教会咧，佢哋咧就唔信神迹奇事。你明我讲？他们不信神迹奇事，他们又不信是圣餐是医病，他们不信耶稣的身体 是为他们是 受了所有的病，是、啊、他们是不信，因为他们的神学院 不教那些东西，他们说、哎、我们的教授 不觉得是真的，所以他不觉得是真的时候，你怎可以 expect 是、神的灵呢、圣灵呢是是俾佢哋得到嗰樣嘅祝福，因為如果係咁做嘅時候，即係好似逼佢哋醫病。耶穌 never 逼 anybody 醫病，或者祝福 anybody。原來佢哋嘅祝福係因為佢哋走去耶穌嗰度話：我原來我信你，同埋原來我知道你係可以咁做，係咪？你信係神有咁嘅能力，同埋佢信係神有咁嘅愛。我记得以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们中学 有个先生去教圣经的、啊、他都是不信神迹的，是的、yeah. 不是只是他，我即是我发觉很多教会都有很多教会领袖是这样、因为有些宗派根本就是这样、yeah. 是的、yeah. 他读完神学出来的、yeah. 教圣经的、yeah.即係教聖經一堂，但係佢唔信神跡嘅，佢話。Yeah. 呢個就我哋正話睇到咧，就話喺十戒以下咧 ，even 摩西嘅 family 都唔係幾掂。但係咧， yeah. 我哋睇咧就呢條聖經咧，就喺馬太福音十二章嗰度咧，就係、是、主自己講， yeah. 就係講佢自己嘅 family。所以我而家俾你讀。好啊。Yeah. 主自己嘅 family， 馬太福音十二章。就是46到50啊。嗯，好啊。Yeah, 好。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Amen Amen Amen、yeah.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天父旨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基督，
到救主咧，就係、是、有永生。咁啊，呢個就係天父嘅旨意。Amen。咁啊，所以咧呢度咧就講得好好清楚。佢冇話淨係話哦，淨係猶太人至得救啊，或者係、嗯、哦啊誒神淨係愛猶太人啊 ？No， 神愛世人。Okay？ 咁咧亦都唔係淨係話哦。我係啲弟兄啊，啲母親啊，咁啊，就係得咁多啦，咁啊，佢唔係，因為佢講話我嘅天父，然之後話你嘅天父，咁啊，即係話咧，叫我哋係啊得救嘅時候咧，就係、是、得到安息咧，係喺神嘅家裏面有份，係，我哋係神嘅家嘅人，係 ，not even 僕人。但是有很多宗教領袖就說你是僕人，我們個個都是僕人，不要這麼懶驕傲，就是說你和天原來耶穌是親戚，即是有些人是這樣說、嗯、但我說聖經是我不聽那些人說，我以前聽、嗯、但是現在我不聽，因為為什麼聖經裡面說得很清楚、嗯、是耶穌的話說，我們是信耶穌基督的，就是耶穌基督的細佬妹，係啊，係啊，細佬妹嘅時候，佢唔會攞支棍嚟幫我哋嘅，多謝耶穌 ，OK， 係啊，咩？但係咧，好多嗰啲所謂宗派啊，好多啲啊，原來即係佢哋外表即係裝潢得好緊要，即係話哦，原來。我哋係要好要好虔誠噶，如果唔係咧，啊，原來你啊，一日都唔讀一個 chapter， 原來即係或者係啊，有咩即係好多規矩嗰啲咁，佢哋又再加埋十戒，然之後再加埋佢自己啲律法俾你。Yeah. 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哦，我哋信嘅係新約，新約咧係完全耶穌係就係、是、因為佢。佢為我哋成就嘅，就俾係恩典係留喺我哋嘅生命度，係啊，係 ，Amen， 係祝福我哋，所以佢係麥基洗德嘅大祭司嚇。但係記得淨係祝福咧，就係祝福神，又祝福咧係啊，原來所有信徒，所以就係耶穌就係一個咁嘅大祭司嚇，就用麥基洗德嚟形容佢。咁咧，但係咧嗰啲舊約嗰啲咧，佢哋就猛喺度講律法，見到。所以咧，你睇到啲宗教國家咧就最惡嘅，嗯，就嚟打打殺殺啦，就即係又話要管呢、這個、嗯，又要管嗰、那個，然後即係原來即係主叫我哋愛人啊，但係咧嗰啲宗教咧就係原來佢話，誒、哎、我哋啊要派兵啲樣嗰樣啊，嗱咁咧呢度有加拉太書第四章第七至九節 ，OK， 嗯，咁咧就啊 ，yeah， 我哋都。看看這個就是加拉太書第四章七至九節 ，OK？ 嗯，係啊，好似中東那邊成日打仗嘅。係啊，佢哋個個都話代表神喎，佢、代表神咁啊，即係話佢哋守律法啦。你所以你睇到佢哋咁多人死，咁多人病。嗯，成日打仗啊。係嗱，咁啊，四章第四章七至九節，唔該。嗯。加拉太书第四章七到九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子。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作奴仆。第九節，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怎麼還要歸回那內弱無用的小學，情願再給他作奴仆呢？OK， 咁啊，呢度好清楚啦。我哋正話啱啱講話，我哋係喺神嘅家庭，我哋係神嘅兒女，係耶穌嘅弟妹。我哋咧就係、是、有家庭嘅，我哋係神嘅後嗣，為後嗣。嗯，我係靠住神為後嗣，即係話換言之，我哋個個都係皇太子。
Amen. 啊，我哋唔系王啊，但系我哋王太子 ，OK。啊，不过咧，我哋同主一同坐席嘅 ，OK。多谢耶稣。咁咧，我讲你听啊，呢度咧第四章九节咧有啲嘢好得意嘅。咁咧，我就嗰日就话懦弱无用的小学，懦弱无用的小学咧就英文咧就啊或者教会讲得白啲。哦。咁咧就系咩咧？就叫 weak and beggary。Weak and beggary，即是中文那里就难睇啲，但系呢个英文咧就系 weak and beggary。咁咧 weak and beggary 咧，咁啊喂 ，what's the big deal？ 咁咧原来呢个 weak 呢个字咧，嗯，就病，即系话病咁解。病 ，OK。啊，病，啊啊，之后咧就点样咧？啊啊，呢度有提 sick， 啊就病。咁咧就 in fact 咧嗰個即係福音書裏面提嗰個息呢個字嘅時候咧，嗯，係有息喎嚇，啊就係喺呢度寫息喎，咁咧就係、是、福音書個講咧就息咧就係、是、Matthew 咧就話咧sick and in prison 就係個同一個字息，嗯，即係 weak 同埋息咧就係 same word， 嗯，咁咧即係話咧。啊！呢度又大部分係講食嗰字，咁咧即係話咧嗰節加拉太書第四章咧講話 weak and beggary 咧就話食同埋 poor， 係啊，即係食同埋 poor， 咁啊即係話咩咧？啊，如果你係望耶穌，你知道耶穌，你咧、就唔會翻去個 sick and beggary 嗰啲生活。點解會走翻去入翻個監倉？即係話換之咧，即係咧，health and wealth 咧係神俾，佢唔係話要你做億萬富翁，但係咧 health and wealth 咧係奉 God Himself， 係信主嘅人咧，原來即係佢會俾你有足夠，同埋咧佢會幫助你，等你唔會病。嗯，但係咧嗰啲人咧就要走翻轉頭，好似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啲人，佢走翻转头要守十戒，佢要守十戒，咁啊要守啊旧约。佢话啊唔得啊，我哋信耶稣，不过咧我哋啊做埋旧约好啲嘅，咁啊即系佢哋有啲咁嘅态度。嗯，即系佢要全部，佢话耶稣唔够，即系其实系冇用耶稣。嗯。他说耶稣不够。嗯，即是好像有些人去信几个神咁咯。是啦，即是他说这样呢就是即是包武藏版。即是他用自己的脑来决定是我信几信哪个，那他就信一半。嗯、所以这些叫做不冷不热就这样。嗯嗯。即是你说我爱耶稣这样，即是好像个情人这样、即是呢说我爱哪个。不过我又爱这个，一阵又说我爱这个，嗯，啊，即系嗰啲咁，所以咧佢点解咧就唔知点解咁啊到咁上嘅时候咧就有啲好似嗰啲啊旧约嗰啲咒诅咧就临喺嗰啲人嘅嗰啲生活嗰度，即系我唔系话嘢个个情形系咁，但系咧就系咧即个问题咧就系你点样信主咧，就主点样祝福你，但系如果你唔信主嘅。主冇办法祝福嗰人，咁啊 ，weak and beggary 三心两意啊，啊，系咪即系三心两意啊？可以咁讲，亦都系因为咧受到嗰啲系啊嗰啲假教师嘅影响，嗰啲假教师咧佢哋就系知道个 power of God， 嗯，佢哋唔信 supernatural power，deny power thereof， 所以圣经咧喺提摩太后书嗰度就话 deny power thereof 咧。就是咧，奉 such turn away， 即系咧叫佢唔好跟嗰啲，啊，因为点解佢哋都唔信啊？神系原来系 supernatural， 嗯，唔信，即系佢哋唔信 spiritual supernatural，、原来系连带嘅，原来、即系你信，如果个神系真嘅、因为神系 spirit 嚟噶嘛，所以你睇到，但系咧就系、你信佢个 power 嘅时候咧。You know, 即是你信耶稣是会是祝福你是给你
原来 take away 你所有啲 curse， 咁啊就系加勒太书里面有讲嘅。嗯，系啊，有啲人去信几个神嘅。Well， 系有咁嘅事，亦都有啲咧就系佢话诶，而家我要自己搞掂。嗯，所以 weak and beggary 咧就系话咧，即系话 ，you know， 你所有啲系啊嗰啲祝福系啊。是啊 ，you know health and wealth 啊，嗰啲其實係全部係喺神嗰度嚟。係。啊，咁咧就所以咧，即係 you know， 即係個問題係你唔能夠話哦，啊我你如果你唔係靠唔係望主係 get blessed 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咩？你望撒旦。嗯。你係靠自己。嗯。啊，咁所以新約咧就係又 talk about healing。因为我哋信个神系 supernatural God， 系、spiritual God，you know，啊，咁咧就系呢个就新约，个旧约咧就系 weak， 就整到佢 sick， 个 beggary 即系话穷苦，因为咧佢哋仍然想守律法。嗯，系，即系唔专一啦。Well， 原來會咧，你即係可以睇啊，所以點解主話個末世教會係啊，係啊話不冷不熱，係嘛？咁咧，但係我仍然相信咧，就係、是、啊，所有嗰啲信徒咧，無論係咩宗派都好，佢就算信得唔清楚啦，佢因為佢信耶穌基督係救主，佢哋第日都係上天堂，佢哋都係義人，但係咧。个问题就系佢哋或者会做啲佢，即系好多嗰啲然后即系好似系所谓嗰啲啊咩宗派，即系嗰啲系你明我讲啊，即系嗰啲嗰啲国家咧，佢哋系啊，或者 even 天主教、基督教咁样，佢哋好多咧就系、是、最多人嗱、你譬如好似呢度话5% 咁就算啦。5% 咧就係話咩意思咧？即係話你如果有，因為個個國家都會有啲人病，但係咧佢話即係100萬人咧，就有5.9% 係好翻，好翻。我唔係好翻，5.9% 係死。咁啊5.9% 死咧，即係話咧56,000人會死，100萬中。哇，咁都好犀利喎！咁啊，好笑嚟啫。所以点解我哋话咧？点解系咁奇妙？就系、是、新加坡就0.0。嗯。啊，即系话换之咧，佢嗰度有人传染啊，唔系冇人传染，但系咧佢大致上咧就差唔多系大到全，差唔多全部系好翻晒。咁呢个系咪神迹？我话呢个系神迹。嗯。啊，咁所以即系好似我讲咧，就话咧，圣经。讲嘅嘢咧就系唔系讲笑嗱，正话我哋睇到个经文咧就话咧系啊，原来啊而家咧就系、是、末世嘅时候，末世嘅时候咧就话咧就神嘅意思咧就话，喂好多信徒咧就会系啊望主嘅，佢哋都会讲啊预言啊，同埋咧就系、是、嗰啲年青人咧就会系啊 see visions， 同埋嗰啲老人咧就系、是、会系啊见啊即系发梦。发到梦，即系话换之咧，即系神嘅灵咧，越嚟越系，原来即系显明，因为喺所有信徒嘅生命嗰度，我相信今年咧就系、是、呢啲日子咧就系咁样，即系我哋譬如好似睇见喺YouTube 啊嗰啲即系好似 Joseph Prince 啊或者系嗰啲咁，佢哋咧就系、是、讲传个福音，咁咧亦都系好多人去得医治，所以即系点解新加坡咧就0.0有咁意思。因为我哋系啊，差唔多。你有冇嘢想啊问啊或者讲？咁新加坡大香港几多啊？其实新加坡嘅人口咧，因为新加坡都系其实一个好密集嘅城市。嗯。啊，照理咧，通常密集嘅城市咧，就一定都有传染或者呢份有人死。OK， 即系好多地方系越密集咧，就越多人死。你明白嗎？但新加坡咧就somehow佢哋都有打針啊，或者佢哋有醫院啊，有戴口罩啊，有啲，但德國都有嘅，
德國都係好 technology advanced 咁，係嘛？咁啊，但係德國嗰度成德國呢度都有啲頭三十名，嗯，因為佢又如果有100萬人嘅病嘅時候咧，嗯，啊有27,000人死，嗯，幾大數目，你睇唔睇到？啊，咁即係個 whole point 就係唯有遠東即係。like I said, you know, this COVID seems like it's a spiritual, not just physical, not just medical, but also spiritual. 嗯，啊，咁啊，所以即系我哋就系即系望住，然后即系因为 Joseph Prince 佢又啊讲咗成20年嘅系讲话，主系唔止系拯救你，主系 also 医病，主系祝福你。但是你要信佢，你有咁嘅 understanding 嘅时候，你咁信就有咁嘅祝福。如果你唔肯信嘅时候，主唔会俾你。啊，就咁。OK，yeah， 所以即系我就睇到即系啊，佢哋或者系嗰啲系信唔肯信呢啲嘅咁啊，主亦都唔逼佢哋，或者叫佢早啲翻屋企。嗯 ，yeah， 咁啊，所以即系呢个就系。According to your faith, Jesus 好中意讲佢话 ，According to you know, you are healed according to your faith。系，多谢苏。我哋祈祷下。OK。嗯，好啊。Yeah， 主耶稣啊，我哋又再感谢你，感谢你，祝福我哋，祝福我哋啲家人。主啊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for blessing。啊，今日 special 嘅祝福啊 ，Edward 同埋佢啲家人，佢啲仔女同埋孙，啊，又同埋啲亲人。在不同的地方的在东岸 在香港啊还有在湾区的 I'm praying for blessing and protection and healing and a provision for them 给他们 shalom peace 给他们 salvation 多谢耶稣主要我们都是为到是很多、有多朋友或者弟兄姊妹 在 YouTube 那里听或者听我们的 audio In the name of Jesus by at the sound of my voiceI pray for blessing for 佢哋每一个，系俾佢哋平安健康，俾佢哋系啊，佢哋同埋家人都系得到主嘅保守、主嘅祝福、主啊，你供给佢哋，你主啊，俾佢哋得救恩。In Jesus name， 多谢耶稣 ，Amen。Amen。Yeah， so yeah， 我哋又过咗一个星期平安嗰度过。系，你有冇去买嗰啲圣糖啊？想去买但是呢即是呢行入去又唔记得咗。写手板嗰度写手板嗰度至得。我走到去望望个药嗰度嗱望下去咗望维他命丸又唔记得咗。Anyway, 主要祝福保守你 ,okay? Yeah. 感谢主感谢。多谢耶稣。OK， 系，咁先啦，咁啊，今日个好，多谢晒 David， 多谢耶稣，嗯，真系。